我简单的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些题啊，平常心去面对。好，非常多熟悉的哦，但是肯定是会有负分出现的啊。好，来吧，来，准备好了啊。首先，先是小燕子阿姨先来。皮鞋擦亮，换上西装。哦。鞋擦亮，换上西装。皮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暗了，我们的没有亮。安东来，何老师，你们什么歌名？佩戴上衣服，克拉的梦想，我的心脏。快快说歌名，什么歌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歌名。好，好，好，来说说歌名。青春修炼手册。回答正确。连歌词都知道了，但是最后的一刻没有说出来。没事，我们没说出来，不能算我们错吧？啊，对，也是扣了一分，也扣了，扣了一分，来吧，扣了一分。接下来马上第二题，齐宁。从不觉得你讨厌，你的一切都喜欢，有你的每一天都新鲜，有你。说啥？再来一次，没事，没念错，没念错，勇敢的念。从不觉得你讨厌，你的一切都喜欢，有你的每一天都新鲜，有你阳光更灿烂，有你黑夜不黑暗，你是白云，我是蓝天。确实这几个字让你来了，这几个字让你来了，什么什么小苹果。回答。正确。这首歌这么文艺啊！什么？天哪，被西宁读出来，我觉得像诗一样。对啊，我都要哭了。但说实话，西宁整个的这个过程啊，这个断句确实有一些刁钻。太厉害了！因为我看了几遍，我说这个断句啊，很大胆啊。有你阳光更灿烂，有你黑夜不黑暗，你是白云，我是蓝天。像是一个 rapper， 太厉害了。好，接下来。